哎，别看了嘛，哎，叫你别看，天天在那里乱讲，真的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妹。我老公那个人啊，说也说不听的，这么好一棵无花果树，他也给他砍了。总听那些男人说，哎呀，无花果不能种在屋旁边，这个都离我们屋有点远了，好吗？还远，还真的你多远？当然人家多少米，10米都不够。他们说的是有道理的，砍了。你真是服完了。看一下我们这无花果都结了好多果都可以吃了，结了那么多，砍它干嘛？真的是对你真的是无语。他们老人的话你一定要信的，不是说，我跟你说，那也离得很远了。你说的有道理的，是不是？看这个无花果结了好多果子，给它砍了，真是太可惜了，还没熟，还是青的，这么一串。哎呀，你别砍了先。上面还有那么多果，你等那个果吃完了再砍。哎，这砍不砍又是干什么？等我待会把它挖了。先等那个果吃完了再砍，好不好？给刀给我。吃吧吃吧，你吃了几个啊？这个果又不好吃。你不好吃，我不吃啊。种在这个无花果吃的很好。种在这个屋边，别老人的话你要听。我跟你说，无花果他说不能种在屋旁，种在屋旁不好。要种，他说你要种到山上面去，对面山上去种远一点，除非你把这棵挖了种到远的地方去。种在屋边不好，你看那个离那房子这么近。你有那么无聊吗？很远啦，你看一下多可惜多浪费，你看这么多果，你看。再说了，这个果又不好吃，青光光的。这么小个又不值钱，这个还没熟。留在这里干什么呢？借你吃了多少颗嘛？你吃了多少个这个果嘛？听到风就是雨，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。你听医生讲嘛。我觉得就是这个无花果种到这个屋旁不好。你想一下，这无花无花是不是？那它有果啊。你看他结了这么多果，你看好结，你看你看你看，你要听老鹰说嘛。哎呀，我就觉得砍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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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给刀给我，快快点嘛，但你别砍了，刀子砍坏了，难怪这个刀子不服气，我都不信。本来就是这样子嘛，你砍了干嘛？我也是无语了，刀子烂了。看见你烦完了，我真的烦完了。我看你无花果挖，等我来把它挖了。说的垃圾，这怪。典型的拉屎不出怪厕所。你看一下，这个都红了，那这么大个大个的。啊，这。终于砍下来了，等我准备把它挖了啊！用那个眼神看我干什么？人家说的是有道理的，我跟你说，大觉得是不是？是啊，有道理啊。无花果，听着这个名字我就来气。人家放个屁都是香的，你看嘛，这个这么尖。那你把它这全部截了吃了吧，把这个砍都砍下来了，哼，才不管你。